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Assetto Corsa Hot Lap 练车记录。迈拉伦 MP4-12C 在 Monza 1966 Junior Course 的成绩。感谢所有给我建议的大大，我终于开进52了。开进来的时候直接忘记要转弯，就撞墙了，太开心了。